有一天早上，比利和斑斑收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包裹，那是苏阿姨寄来的礼物。哇！吃包裹，吃包裹，吃包裹，吃包裹。打开它，打开，斑斑想要看，过来看。哇哦，里面有什么啊？好棒哦！哇哦，一个大房子，哇，是一个娃娃屋哎。有娃娃一家人，有爸爸，还有妈妈，小女孩和男孩，小男孩。小男孩想吃东西。小女孩也想吃东西。看，她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，坐下来吃东西。我们给他们东西吃吧。吃，吃，吃。小女孩吃草莓优格，草莓优格。小女孩吃草莓优格。嗯哼。啊，小男孩也一样吃草莓优格。妈妈也是，爸爸也是。进去里面，斑斑，你不能进去，你太大了。斑斑想要房子，斑斑想要小房子，小房子啊，小房子啊。小房子，一间小房子。斑斑，斑斑。斑斑，躲猫猫，我在这里，一间小房子，躲猫猫。斑斑，我们有一间小房子，嘟嘟，我们有间小纸屋，甜蜜又温馨，没有椅子橱柜。做成，它还有个窗户，窗户再加一扇门，窗户，窗户，从窗户往外看，有间小屋真幸福，我们真幸福。
比利和斑斑玩得好开心，是休息的时间了。再见，比利、斑斑。再见。